清晨六点钟，在济南历下区经十路上，冬日的晨光总是来得晚些。天还未亮，路上的车辆也稀稀疏疏。170号公交车又开始了它一天的往返。再过几十分钟，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大明湖了。云闪赴优惠乘车提醒您，大明湖西南门到了。This is southwest entrance of 大明 Lake。大明湖风景名胜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点。大明湖是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史悠久，风光秀美，素有泉城明珠之称。新冠疫情以来，为加强疫情防控，进出景点都需出示健康码。进西南门的第一个景点就是藕香榭。藕香榭的藕是莲藕的意思，莲藕开出的花就是我们常见的荷花。秋冬之时，湖里的荷花已经悉数枯萎了，但枯萎的荷花自然也有它的美丽。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曾写过《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》的诗句。这里是烟波桥，站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大明湖的全景。大明湖景区总面积 103.4 公顷，其中水面 57.7 公顷，陆地 45.7 公顷。也正因为其占地面积非常大，所以很多游客会选择乘船游行。继续向里走，树木掩映里那个红柱青瓦的建筑就是铁公祠。中国历来有为先祖或先贤建祠堂的习俗，铁公祠就是为纪念忠义不屈的明代兵部尚书铁铉而建的长方形祠堂。铁公祠内曲栏回廊，若是夏天来，还可以闻到四溢的荷花香。另外，院里还有很多文人书法家的墨迹石刻，其中以清代刘凤诰的《四面荷花
三面柳，一城山色，半城湖最为有名。铁公祠的对面就是德月亭。击打铃铛来祈求内心的愿望可以实现。感应池上写着有求必应，心想事成，这也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。除了感应池外，大明湖景区里还有一处地方也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，中庭。中庭的全称是明昌中庭，人们借助敲响钟声来开启新的生活，祈求新生活幸福安康，国家风调雨顺。出了大明湖东门，便到了大明湖景区的南区，这便是南区著名的超然楼。超然楼是一座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名楼，始建于元代，历代因为战火及灾涝等原因屡毁屡建，现在的超然楼是在其旧址上新建的。超然楼建筑面积5673平方米，坐落在宽大的汉白玉基上，顶覆铜瓦，楼高51.7米，上下共分7层，气势非常宏伟，号称江北第一楼。超然楼里宝贝众多，有高达8米的江北第一木雕，也有传承近百年的万马奔腾。有上世纪50-60年代山东书画界领军人物的真迹，也有极其珍贵的古老拓片。观黑米月，即观有生、黑伯龙、米菊田、月祥书四位山东籍老艺术家。1964年，
北京举办全国第一届美术艺术展览，参加这次展览的山东艺术家的作品被送到了大明湖景区进行展出。在展览结束后不久，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发生了。在那场运动中，大明湖景区的书画库躲过了一劫，而书画库内的作品也得以保留下来。如今超然楼中展出的正是当年的作品真迹。通过这一组图片，我们可以看到济南名胜有大明湖、趵突泉等。老残游记陶艺馆位于超然楼二楼，占地面积388平方米，内景设计以老残的游览路线展开。老残游记是清末文学家刘鄂的代表作，书中有大量对济南老城区美丽景色的描写。当年老残在济南游览的第一个核心片区就是大明湖。随着这本书的广泛流传，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杨的济南老城也名扬天下。进入超然楼三楼，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玉玺。四楼泰山玉，五楼雄狮。正如明代诗人杨衍嗣所说：“近水亭台草木新，朱楼百尺回波喷。”超然阁不仅有着自然的秀丽之美，更有湖水的波澜壮阔之美。顺着超然阁再向西，就到了水街。水街顾名思义，就是在水上的游览道路。站在水街上，我们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湖面，金碧辉煌的游船。当然，除了两岸的风景，租船游览大明湖又是不一样的风光。沿着租船码头往前走，是秋柳人家。秋柳人家旧时被称为王家大院，因清代诗坛领袖王士珍在这一带组织秋柳诗社而得名。这里曾是一座行医的老济南人家住宅，是较为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形式。青砖石瓦的三进院落分为药铺、书房、客厅、女儿房、儿子房、父母房等房间，房内有传统的陈设。
置身大明湖，不仅仅是内心与古人共情的安宁，更多的是自然之景带来的美的享受。同样，这也是中国人骨子里对我们的自然之景的热爱与尊重。仿佛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们才有了天人合一，宇宙与我皆无穷也的感觉。二胡，一根琴杆顶天立地，两根琴弦连接东西，内弦如男人，沉稳雄厚，外弦如女人，高亢明亮，在阴阳的融合中演绎着天地的绝唱。经历了一天的游玩，此时已是夕阳在山，人影散漫。著名作家老舍曾说，一个老城有山有水，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，暖和安适地睡着，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。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？那大明湖是否是你心中的理想之境呢？黄昏收起缠满忧伤的长线，正着黑色的瞳仁注视着大地，那里依旧歌舞升平，但仍有一群人在灯火阑珊中孤独地注视着另一群人远去的方向。空中隐约飘来长笛和二胡的声音，嘶哑，悠扬。